海军陆战队某旅战士海国营已经习惯了这样高强度的体能训练。然而几天之后，这种被海风刮得脸颊麻木、被海水折得皮肤红肿的感觉就再也不会有了。同志们，今天是大家军旅生涯最后一次与沙滩大海亲密接触，希望今天的训练能给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队长的口令一如既往的坚定有力，不带一丝感情色彩。然而对于台国营来说，这口令声中分明带着一种不舍，甚至这是当兵两年来他听到的最有人情味的口令。因为一周之后台国营就将退伍，从此告别部队，告别这片蔚蓝的大海。都在这儿度过了好多个日日夜夜吧。早上起来要在沙滩上跑步，对，然后在海里游泳，然后扫工干嘛的，反正有苦也有乐吧。真的是对这片海又爱又恨的。两年前，辽宁姑娘台国营来到祖国大陆最南端的这支部队时，她对大海的印象还停留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句上。那时说话都脸红的台国营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迸发出如此勇敢的声音。的确，对于台国营和他的战友来说，入伍来到了以训练残酷著称的海军陆战队，既是艰苦的，也是幸运的。无数次面对凶猛的波涛，台国营也曾有过胆怯和退缩，但经过两年磨砺，他心中早已爱上了这片大海。海练结束的台国营明白退伍的日子不远了，但是他始终不愿多想退伍的事，更不愿意去想退伍之后干些什么。直到这天坐在就业形势报告会的现场，台国营才意识到他马上就要退伍了，必须要考虑就业的问题了。为了给退伍老兵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海军陆战队某旅今年组织了退伍战士专场招聘会，希望帮助每个退伍老兵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退伍的时候就像人毕业了一样，这个人到底到地方能不能好发展，我们要给他提供一个平台，所以这个要跟一些企业联系好的企业联系给他组织双方挑选的一个机会。在就业形势报告会上，与领导特意强调了每个人都要高度重视招聘会，把它当作自己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次战斗去准备。但是这个任务还是让台国营感觉有些茫然。在部队训练中，面对滑降、摩托车特技驾驶等危险科目，他可以毫不畏惧地冲上去，但是在招聘会上面对陌生的用人单位，他该如何展示自己、介绍自己呢？好在台国营意识到了求职的紧迫性，伤感与茫然的情绪必须暂时搁在心底。面对军旅生涯中有着独特意义的招聘会，他必须拿出最后一搏的勇气。老兵退伍的前一周，连队对训练内容做了调整。海训之后，今年退伍的战士将不再参加军事科目训练，而是必须参加旅里精心准备的另一项特殊训练——模拟面试。
而对于模拟面试能否成功，蔡国英心里并没有底。退伍前的第三天，海军陆战队组织即将退伍的女兵外出购物，方便战士们给亲戚朋友买些礼物。而为了准备下午就要举行的模拟面试和明天的招聘会，蔡国英还想买一些适合自己用的化妆品。这是海军陆战队驻地最为繁华的市中心。当兵两年，蔡国英很少有机会和战友们来到这里购物。眼前的繁华景象让久未走出军营的女兵们感到目不暇接。但是购物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对于蔡国英和退伍战士来讲，这又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战斗。你们都买了什么呀？化妆的、粉底啊、彩妆的，基本上现在化个妆啊什么的。先买一个很简单的。尽管是一些基本的化妆品，但是对于蔡国英来说，价钱还是超出了预算。不过为了两年军旅生涯最后一次闪亮登场，几经砍价之后，他还是咬牙买了下来。平时也不怎么化妆，然后有机会就好好弄一下。购物归来的蔡国英又风风火火地从战友那里借到了一套职业装，佛靠金装，人靠衣装，穿上一试，大小正合适。最难搞定的衣服解决了，鞋子却出现了问题。有点不习惯穿高跟鞋，平时都不会穿这个。哇，好高啊这个，走不了路了。猛然间穿上高跟鞋的蔡国英连走路都别扭，因为长时间都在训练场上度过，他早已习惯了部队发的陆战靴。爷们儿惯了，穿不了这个鞋，还是热比较舒服，这个舒服，这个舒服。那你的目标是感觉跟衣服不搭怎么办？蔡国英遇到了情况，一旁看着的战友都替他着急。试下这个，这肯定舒服。这个你肯定会习惯的，因为它跟陆战靴差不多高度。哎，这个好，是吧？最后，一双厚底靴代替了高跟鞋，问题迎刃而解。接下来是最重要的化妆环节了。当兵最后一年，经过夏天酷热的海练，蔡国英皮肤曾被晒得黝黑，好在退伍前捂了一个月，现在白皙了不少。粉色的，想当年咱们在训练场小伙子似的，人家以为咱是小男孩呢。现在不化妆的人，啊，肯定很别扭。两年下来，蔡国英早已习惯了部队中的不施粉黛、素面朝天，而这个习惯将来肯定需要慢慢改掉。嗯，打那个高光会看起来更立体一些，干什么？更有立体感。变美了，马上就快改。经过战友一番打扮，以往那个英姿飒爽的女兵，转眼间变得淑女了很多。而蔡国英也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克服了心理障碍，化妆科目顺利通过。此时蔡国英的形象气质已经基本接近面试要求了。下午模拟面试如期举行，面试官就是女兵队的指导员。请你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蔡国英，我是来自辽宁本溪的女孩，东北女孩。大学毕业之后选择来到了军营，然后在军营进行了两年的摔打磨练，现在面临退伍，是一名退伍老兵。第一次没穿军装站在领导面前，
有些紧张的台国营能流利地回答问题吗？你当兵这两年最让你难忘的经历是什么？今年的三月份参加了一次远航训练，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参加了赴南沙西沙一次远航训练，我觉得对于我人生或者是军旅生涯来说都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也增长了见识，然后也确实收获到了很多东西。模拟面试中，指导员提问台国营的都是关于他在部队的问题，台国营应对的还不错，不能算是对答如流，但是条理基本清晰。我觉得他有点紧张，而且就是总体来说虽然还不错，我觉得他对自己在部队的定位，就是说锻炼呀、思想呀，就是说说的可能更好一点。模拟面试结束后，指导员随即给他们指出了一些面试中的注意事项，期待他们在招聘会和正式面试中发挥得更出色。但是没经历过求职的台国营根本不知道明天的招聘会上用人单位会问怎样的问题，他的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军旅生涯中一场特殊的招聘会马上就要举行了，经历了形象设计和模拟面试的台国营能否受到招聘单位的青睐？在最后的离别时刻，女子霸王花们又将以什么独特形式为军旅生涯画上句号？军事纪实正在播出，军营又响驼铃声。招聘会安排在离队的前一天，这一天台国营起了个大早，他必须在离开部队前成功抓住应聘的机会，给自己的军旅生涯画上圆满句号。转了一圈后，台国营的脚步停在了沿海某市的特警招聘展台前。从小就特别崇拜特警，看过一部那个电视剧叫《特警队》，小的时候特别小的时候，然后觉得好帅呀、啊。然后现在没想到自己当了兵之后也会有这个机会，很想试一下。在台国营心中，特警和海军陆战队员有着相似的训练生活，这样的工作他可能更适应一些。台国营拿到了一张应聘的报名表，他认真地把自己的想法填在了这张简单的表格上，希望能引起招聘单位的注意，郑重地交上了那张薄薄的报名表。台国营像是完成了最后一份神圣的作业。在招聘单位忙碌的展台前，台国营终于有机会和特警的工作人员说上话，却只能抓住一点时间问出自己关心的两三个问题。明天上午再打电话。全国统一的那个公务员考试，是我们省人事今天省政人事局共同的一个特殊的招聘。期待中的招聘会和想象中多少有些不一样，或许地方上的生活和想象中的完全是两码事儿。马上就要转变角色了吧，地方女青年。还是待了两年，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快的转变过来，可能还是要有一个过程吧，尽快适应融入到社会当中。当天下午，台国营就收到了特警招聘的体能测试通知，她是被选中的为数不多的女兵，这是否意味着成功的几率会大些呢？经过了体能测试，台国营被告知等待下次考核的通知。然而不管最终的结果怎样，台国营都已经朝女特警的梦想迈进了一步。当天下午，从招聘会回来的台国营很快又陷入了离别的愁绪中。他本想趁着许多室友都不在，悄悄回到宿舍收拾东西，却不想遇到了和自己一起入伍的刘队战友。我要记得我
块训练的是吧？嗯，一块入伍的。嗯，不同地方入伍的。同年兵吗？同一年入伍。这两年都是在一块相处。不用再排骨了，再排骨了。退伍的话题，宿舍里已经有些日子没提起过。台国英和宿舍的战友们约好，分别的时候谁都不许哭。讲一下。指导员在楼下催促大家集合，要上交肩章臂章了。这对于上午还在认真准备招聘会的台国营来说，退伍的伤感来得太过突然。如果说求职时台国英的身份已经发生了转变的话，那摘掉肩章臂章后，他将不再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台国营的肩章和领花是由最好的朋友董美玲亲手给摘下的。两个女孩，一个来自北方，一个来自南方，因为关系特别好，在连队里形影不离，大家都亲切地叫他们南陵北营组合。两年来，两人一起哭，一起笑，一起闹。如今北营要走，南陵留了下来。两人之前约好了，分别时谁都不能哭。台国营做到了，而董美玲此时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好了，以后我给你打电话，有事找我啊。邮寄行李的车开来时，天空也飘起了小雨，离别的伤感平添了几分凉意。赶来帮忙的男兵只是默默装着行李，没有人去提离别这个敏感的词汇。十一月二十七日是海军陆战队退伍女兵集体告别部队的日子。送战的车已经停在了营区大门外，每个人的动作都很慢，迟迟不愿从楼上下来。已经集合的女兵则在争分夺秒的合影留念，谁都想把最灿烂的笑容留在分别一刻的照片上。老兵一路走好，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从营房到大门100米的距离，送别的队伍走了好久好久，无数次的拥抱，无数次的叮嘱，没有人愿意踏上离别的汽车。在送别的队伍中，一位留队老兵带头唱起了大家熟悉的歌曲。此景有着说不完的再见，道不完的珍重，或许只有歌声才能传递这份浓浓的军旅情、战友情。我的爱身边，心里有苦你对我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来陪你一起度过。
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人生难得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哭过笑过，至少你还有我。女兵，还记得那激情飞扬的障碍场吗？是谁在那堵墙下摔伤了膝盖，留下了伤疤？女兵们，还记得宿舍前的小石桌吗？是谁在休息的时候坐那儿一呆就是半晌？而此时所有的点点滴滴都已化作每个人难以忘怀的回忆。台国营和战友们离开了这座海边的军营，相信经过军旅生涯的锤炼，未来无论风浪有多大，路途有多险，他们都能一路走好。又到营盘流水时，军营齐唱离别歌，抹一把铁血难忘的惜别泪，抱一怀生命凝结的战友情，再敬一个没有领花帽徽的军礼，带走一颗永不改变的军人魂。惜别时刻，军事纪实栏目记者走访海军陆战队云南边防线、雪域西藏、鸭绿江畔，深情制作五集特别节目《军营又响驼铃声》，下期播出第二集。